症，尤其是自己的情绪节目，展现出你的灿烂年华。美人怀念你，女演员真情访谈，寻找人世间自己的生命履历。台湾人在大陆，母亲内地孙子弟，有声有人就是中国新风貌。告别陈龙奥尔，温泉旅游，美食休闲，山路的吃喝玩乐好时尚，日本观光巴士，吃喝玩乐行，感人带入解说。